这一点是大黄瓜，是特意种了一些。这个瓜牛啊，都出来了。有朋友问呢，这个自己种的这个大黄瓜为啥不结瓜这个问题？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，我是柴哥。这个大黄瓜不结瓜，主要是在夏季，还有早秋这个季节，在苗期的时候需要你喷施，1到2次的增瓜灵才能结瓜。如果不喷施的话，因为温度过高，尤其是夜温过高啊，就不容易出现那种刺花。有时候出现刺瓜了，可能也就会化瓜。包括你种南瓜还有甜瓜，在这个夏季或者早秋季节栽培的时候，也需要喷施增瓜灵的。然后呢，你在这个春季早春或者是冬茬，这个是不需要喷增瓜灵，它这个结瓜都没问题。它主要是一个季节的问题。